结果大早上在忙什么？洗盘子，我这啊对，放到桌上了，好久，你那盘子又空了。空好多个了。空好多个了，要储备点存粮过年是吧？是啊。出发，去帮水哥拉山楂果回来。买了一大包山楂果，他们家有个大狼狗。我打开来看看。啊？这个路好窄啊，难怪这里有吐的山楂果。肯定啦，这个时候的山楂糖分才足。是的。啊，之前我叫他。帮我买，他说不用那么早的，现在人都没摘了，留后面一点，再糖分啊什么才够啊。你看这里全是山，我觉得我们村都够山的啦。那这里的路小小的，给我一个人开车进来，我还不敢开的呀。你看，你看，妈，你们不来下去不？你就要的这么多了，哎呦，这种果这么好的呀，哈！嗯，还没生虫的感觉，哦天，真好哦，水果，往年买的没那么好，往年买的小小个的，倒出来切，不用切，直接泡。水哥一说到拿什么果来泡酒啊，最积极的。先泡两个小坛哦。里面有个大坛，放点酒的，直接放下去就得了。这样的呀、这果子是亮，要一把斤都少了。哎呀妹。没那么多坛子，真的这果真的亮，它没生虫的、哦、嗯，去年我这年我们去年我们去摘那里还好多生虫的哦。嗯，去年还晒山楂片，太小了不好切。要不要拿点煮糖水？嗯，等一下你留点给我煮糖水。嗯，吃的口水流了。我洗一下去，洗一下灰尘去。嗯。懒的话，我就直接放下去泡了。切一下嘛，切把它切开，毕竟容易出味啊。一个切两，要切一刀啊。嗯。我来去找个筛子来筛，晾着。嗯。这个。这狗真的好。夹嘴，你哪里吃的？我不吃。有渣。嗯，有渣呀。嗯。好吃的吗？不是很吃。这么认真啊？这种你要不要？嗯、我又不喝酒了，帮你搞这个。那也没事做，帮你搞。他都过年去了，要是勇哥一来啊，就把你喝光了，我都出味就帮你喝了，跟你说。收起来。他都过年。出味再喝了，这是。嗯，我上次不是嘛，泡一坛，还没出味就喝完去了。这个可以切一点是吧？嗯，那你切啊，你切，我帮你弄这个。嗯。
晾了，直接放了，抬回来。你看着也没有多少，我要怎么？来，我装满。看里面有虫没？哎呀，细货，细货。我放酒先的呀。要是你装满坛的话，不得多少酒的吧？哦，嗯，对，嗯，我感觉闻那有点香味，沙茶果的味道。那你这里还剩这么多，不是还有一个大坛？再找一坛，先放一坛来。里面不是有了咯？有一点点。嗯。什么时候放的？放了几天了。嗯，这个山楂果还蛮香的哦，现在都闻见那种山楂果香味道。不喝酒都感觉到口水流了，难怪那么喜欢喝酒。酒不够啊，酒不够，把它放起来先。你不要说要，不是说要藏好了，不给他们喝了。放在这里不藏，放哪里藏？放你房间里面去。放房间，是不是打喝两口啊？啊。先把这小坛泡满一下。不是哦，这房也满了，包的两个人。满出来。嗯，这个颜色都变了。一坛、两坛、三坛角，这里还有一坛。这是黄皮果，没喝过来。好了，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。我们就等着喝酒了。